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80面，680面，倒数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倒数第五行，从右。恶人造恶业，从这里看起啊。恶人造恶业，种恶因，得恶果，故生卑贱之家，形容枯槁，饥寒交迫，恼必恼身心，是为苦。这是总结的，善恶果报不同。善人行善，恶人这是造恶。种的是恶因，造的是恶业。恶业杀盗淫妄，这是恶业。恶因是贪嗔痴慢啊，我们今天讲五个贪嗔痴慢疑。恶果这个地方先举出来，这是业报啊。你看，善人行善，来世生尊贵之家，福报大的就升到天上，福报小的还是人间呢享福。恶人就不一样了，恶人呢，来生生卑贱之家，还算不错啊？为什么呢？他还没有是人身，他还到人道来了。不过到人道来这一生呢，没有福报过的是贫穷过这种生活，这都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过去生中造的因，这一生呢得的这个果报，所受的果报。卑贱之家，这就是贫贱的家庭。家在社会，没有财富，没有地位。形容枯槁，这是说身体不好。小孩营养不良又遇到饥寒交迫所以身心都受到苦恼这是我们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下面是夫愚昧无知，不行正法，不行善事，是为民。当然小孩长大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环境很容易染上不良的时候愚昧无知，圣贤教诲他不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他也不相信现在的社会完全向西方学习西方人的概念是什么？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私的，
啊，不相信世间有好人，这西方人的概念。啊，你说你是好人，要拿证明来，证明你是好人，你没做过坏事，跟东方完全不一样。啊，中国人的教育，自古以来，从小就叫人心本善。啊，中国人心目当中，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啊，你是坏人，要拿你作恶的事迹来看，证明哦，你是坏人。啊，这是东西方对于人生观基本的看法不一样。啊，那佛菩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佛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完全一样啊。啊，我们讲本心本善。那不善呢？不善是他学会的，是生出来以后后天学会的，啊，所以教育就变成非常重要。啊，人性，性相近，习相远。啊，这是说明一个人，他的本性是善。习性不善，那习性善呢？这个人就是圣人，就是贤人。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说啊，人人都是圣人呐，人人都是贤人呐。啊，习性好不都是圣贤吗？如果你不教他，他会在社会上学坏。那个习性就不善了，啊，他跟本性呢，本性善，习性不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所以需要教育，需要圣贤的教育，需要善的教育，啊，来跟我看看今天的世界，啊，再跟古时候一对比，我们就明白了。中国在上古的时候，《礼记》、《礼运》这一篇所说的、所记载的，上古时代。大同之治啊，啊，伏羲、神农、皇帝到尧舜，啊，都还保持着大同之治。啊，到夏商周。夏禹死了之后，传位给儿子。那个儿子是真好，诸侯拥护他，人民拥护他，啊，真是个好人，就传给儿子。从此以后，儿子传儿子，变成家天下了。啊，在这个以前。真正是选贤与能啊，做国君的谁来继承呢？选人啊，选德行，选有学问，选有见识，选有办事能力啊，不一定选儿子啊，下。禹王的儿子启确实不错，有德行，有智慧，有能力。
啊，有能力啊，所以传位给他啊，那是个好皇帝，夏商周三代。将近2000年了，啊，夏400年，商600年，1000年，周800年，这1800年，在中国称为小康之治。啊，这之后呢，中国就乱世，啊，中国那个时候的乱世像现在一样，社会动乱。啊，这些小国谁也不服谁，天天打仗。啊，孔子就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乱世啊。啊，这一段历史我们要知道，大同之治不是理想，是中国古代真正做到了。啊，那么汉以后，中国统一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分裂过。啊，2000多年维系大一统的国家，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完全用伦理、道德作为治国。最高的理念啊，满清完了之后，我们疏忽了传统的教育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啊，中国人觉得挺新鲜。盲目去学习啊，在这一点呢，我们都不如日本人啊。但是日本人之后也把传统文化疏忽了啊，因为学西方，社会问题出来了啊。什么问题呢？人心不善。教育，把人都教坏了。这就是沃因啊！今天社会动乱，地球灾变，这是沃果啊！啊，确确实实，现在的人愚昧无知。不相信祖宗，不孝顺父母，不相信圣贤，不相信佛菩萨，所以不行善事。什么是善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事情是善事啊！今天的一切事业都是为自己。对，向西方人学习。啊，那么现在西方问题出来了，因为他因不善，所以果也不善。啊，比如金融风暴这些，啊，我们看到。日本稻盛和夫在北京的访问，我看到这个光碟啊，这是日本一个企业家，日本人称他是经营之神，
啊，两家大公司50年来没有一年是亏损的，年年都赚钱。啊，什么样的风暴的时候，好像跟他都没有关系。啊，别人公司亏了，裁员了，啊，业绩大幅度的下跌了，他是年年往上升。啊，在全世界企业界里头，他是一个奇迹，所以别人向他请教，访问他，他完全用中国老祖宗的办法，他说得很清楚啊，他的理念、智慧、方法从哪里来？是从中国2000年前、3000年前中国老祖宗那个地方学来的。啊，他把他学到的用在企业。企业发展出来了，稳定成长啊！所以他说了，欧美这个经商的这些理念好，为什么美国还有金融风暴？那这就说明有问题了啊！他自己经营50年。什么风暴与他都毫无关系啊，若无其事啊，天天照样在成长。所以我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了，他把我们中国的家道搬到他企业里头去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安定啊，人民都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靠什么？确确实靠家了啊。中国人是大家庭，一个家庭从300-400人以上，人丁兴旺的700-800人，所以它是个社会团体。5代同堂，啊，所以从小这个教育不准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不可以啊，想着什么？想着自己的家啊，你生在这个家庭，你为这个家庭争光荣啊，你要一定要叫这个家庭世世代代兴旺，这从小教的啊，不能有私心啊，所以全家的人有家道家学，是全家人一条心，这个团结的力量太大了。啊，每一个人要为家庭争光，不能为家庭丢人。所以在社会上，无论是做人、处事，都大公无私，啊，都受到人的尊敬。啊，这种精神，啊，所以治家就能治国，啊，治家就能治一个公司，一个公司跟一个家一样的。啊，国也一样，范围稍微扩大一点，所以齐家就能治国，治国就能平天下，给天下许许多多国家做榜样，做典范。啊，道生先生能把中国这个家这一套东西搬到他的企业，他企业兴旺啊，做成功啊，日本航空公司
濒临倒闭，这是一个大的企业啊，也是私营的，不是国营的，员工30000多人啊，濒临倒闭啊，首相邀请他出来帮助日航，救救日航啊，他出任董事长。他估计大概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转亏为盈，他真做到了，这别人不敢想象。那为什么呢？他就把他自己经营那个理念搬到日航，把日航所有的员工都变成一家人啊，利益是家里的，这是从中国人想的，中国的理念啊，跟外国理念不一样啊，经营这个企业，利益第一个是给谁呢？给员工啊，他不是说我老板呢，我经营的啊，第一个利益第一个是老板的，这是外国人的观念啊，我们中国人不是的，员工，国家第一个利益是百姓。啊，他用这个方法做，所以整个公司员工都把他公司当作自己家庭，啊，热爱家庭，全心全力来服务，真的兴旺起来。啊，第二个利益给谁呢？给客户。最后的利益是公司的。啊，公司亏不亏本？不亏本。这个叫一般讲双赢、三赢呐。啊，员工得到好处，啊，待遇大幅度提升，啊，顾客服务周到，顾客很满意，公司又赚钱，啊，一举三赢，中国传统文化了。啊，所以从小教小孩，你为全家，不是为你个人呐、啊。啊，全家通通顾到啊，你要顾到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五代同堂。你要顾虑到你自己的兄弟、你的堂兄弟、你的族兄弟。啊，你全家这个七八百人的时候，你全都顾到，你为他们谋福利。中国这个国家屹立在东方几千年而不衰，靠什么？就靠这东西啊！这是中国古圣先贤经营这个国家、经营这个家庭的智慧方法。能力充分发挥，哪有做不好的道理啊，我们看到这光碟，听到这报告，非常感动人。啊，这个人对中国东西了解，完全用中国的，他不用外国的。啊，他做成功，做出榜样。啊，日本今天遇到困难了。啊，日本的朋友来问我，我看这光碟说，他不错，你问他就可以了。然后问稻盛和夫就行了，他肯定有方法，就日本肯定有方法化解灾难。那是什么？种善因得善果啊，你有聪明智慧，有方法，而且这么多年他有经验，丰富的经验啊，中国人有历史的经验啊，几千年历史经验，太可贵了，在外国找不到，全世界独此一家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相信啊，中国的老祖宗是积德的。
是讲伦理道德的，不是胡乱来的。啊，这个家庭后世的子孙，虽然违背了老祖宗的这些教训，啊，现在受一点苦难，不会灭亡。啊，老祖宗怎么可能让他的子孙绝灭了？绝对不可能，他是爱子孙的。啊，所以有灾难不会灭亡。啊，如果我们回头，像稻盛和夫那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传统的智慧、传统的方法、传统的经验，那中国会就复兴起来了。啊，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告诉我们中国东西有价值，中国东西真好。啊，我们不知道日本人做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你们都佩服。啊，很难得了，我非常感激他了。啊，不做出来，人不知道。啊，我们做出来了，可惜没有延续下去。啊，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一些实验，啊，做了3年，做得很成功啊，完全用老祖宗的理念，用老祖宗的方法，用老祖宗的经验做出来了。啊，而且很快，我们大概就3、4个月，这小镇的风气完全。啊，我们在联合国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做了3天的展览，啊，非常成功。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代表、大使，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啊。有效，不是没有效。啊，我们是出家人，这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不该我们做的，没人做，没人相信，做个样子，啊，给地方政府看，你们觉得好，全部交给你，你继续去做。啊，非常可惜，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认识，没有信心。啊，半信半疑，把它解散了。啊，所以日本人来找我来问我怎么救日本。照中国老方法，日本就可以救。啊，非常难得，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在那边做得这么好。行了，你们去做，一个做好了，我们中国人会醒悟过来。全世界人会醒悟过来，啊，都向日本学习，啊，其实全是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啊，世界才会有安定，才会有和平，啊，全世界人民才真正有幸福美满的一生，啊，这是我们读到这一段了，非常感慨啊。一定要知道，善恶报应，丝毫不爽啊！啊，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啊，倘更多作恶业，实多恶道。啊，这个人还算不错，造的恶业还到人间来，不过在人间是活受罪。啊，那一辈子活受罪，一辈子活受罪，是因为他愚昧无知，不信正法。啊，一个前世造的恶因，啊，还算不错，还能够得人身。得人身，如果遇到正法，他要能够接受，好好的修行，他就转过来了。
啊，我这一生跟大家做的示现呢，就是这样的。啊，应该就是前世造的恶业、恶因，这也是我生在贫贱之家。啊，生长在农村，啊，家境清寒，没有土地，没有房屋，啊，父亲谋生非常辛苦，啊，做一个公务员，靠薪水过日子，啊，一生没有能力去买一块地，没有能力去买一个房子。啊，但是我们就是受了一点好教育。啊，小时候在农村，我们家乡这个农村是中国有名桐城派的发源地。啊，这是个学派。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就是方苞的后代，桐城派的始祖方苞，明朝时候人，他是方苞的第16代。啊，所以乡下私塾都很多，读书的风气很深。啊，所以从小，哎，多了一点传统的教育，啊，学了一点传统教育，啊，知道伦理、道德、因果，有这个概念。啊，虽然有这个概念。可是长大了，在学校念书了，就读了一些外国东西。那个时候中国东西有，但是分量不多了。啊，大部分都是接受外国人思想。啊，所以渐渐的迷惑了。啊，这个时候难得碰到方东美先生，把我带回来。啊，小时候有这点根，把它带回来，才有今天这个成就啊！全靠教育啊！认识方东美先生之后，啊，带回来了。这第二个就遇到张家大师，完全带到佛门。所以我从26岁以后所接受的是佛陀教育，啊，这个教育好，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相比，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说理说事清楚深刻。啊，佛经里面讲的宇宙缘起，讲人生的来源，啊，这是哲学上的大问题，也是科学上的一个大问题，跟近代量子力学啊，所研究所发现的成果完全相同。啊，证明老祖宗的智慧啊，你不能不相信。啊，孔老夫子，2500年前的人。啊，你说现在人聪明，现在什么人能够写一部书？不要说超过《论语》，跟《论语》可以相比的，你能不能找得到？那你写不出来，你就不如孔子了。啊，有没有人能够写一部书像老子一样？老子东西不多，啊，5000多字，一篇文章，有没有办法超过他？有没有人能写过一篇东西，能够超过《无量寿经》？从这上面想呢，我们自己傲慢的习气就降温了。有什么值得骄傲？那也比较不行啊，真不如人家了。
啊，科学这套东西，你说我们老祖宗知不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发展？如果要发展，地球可能早就毁灭了。啊，所以中国老祖宗跟我们想的这个途径不像科学这边，像人文。啊，向伦理道德这个方向发展。啊，你得到真正快乐的生活。啊，今天科学技术发展，你去问哪一个人有幸福？一问做大官的，他幸不幸福？啊，我认识不少国家领导人，啊，都像朋友一样的，我问他幸不幸福，摇头。我也认识很多发大财的，啊，有几百亿财产的，啊，幸不幸福？不幸福。睡觉都要吃安眠药，你说糟不糟糕？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确实如此啊，他年龄都不如我，都没有我这么大了。可是我生活的比他快乐，比他幸福啊！啊，这他自己知道啊。所以佛陀教育，就像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生活所需。知足就常乐啊！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吃得饱，啊，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居住，遮蔽风雨，足矣了，知足常乐啊！那房子大好吗？不好，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啊，这个中国朋友到美国都买大房。我是买个最小的房子，啊，多大呢？一房一厅。我买的房子很小，啊，很便宜，好整理呀，啊，外头有个小院子，种些花草，种些竹子，啊，我到美国那个时候，好像我买的那个小房子。啊，那个土地小院子，那个时候美金22万的。啊，以后我离开了，我把那房子送给悟道了，悟道好像把它卖掉，卖了30多万。啊，越小越好整理，我只要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你要是房子住大了，一天搞4、5个小时的整理房间，你是房子的奴隶呀，你不是主人呐。啊，这桩事情要到年老的时候才知道，年岁越大，希望住的房子越小，暖和。啊，整理不费功夫。啊，你才有闲情逸趣，每一天去劳碌，去整理房子，多辛苦啊！所以我们在外国看到，在中国这些人可怜。你看，外国工作5天，1个星期放假2天，啊，星期6、星期天，他要用1天的时间呢整理他的房子，啊，一整天好辛苦，一整天的时间，啊。院子很大，一个草，啊，花草树木要去灌溉，很麻烦，啊。另外一天的时候，他要忙着准备下一个星期，啊，他生活所必需品，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食物。那平常没有时间，就上下班，所以这种生活很可怜，啊，都是为衣食而奔波。你买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
啊，外国请不起工人，啊，找工人来帮忙的时候是算钟点费的，一个小时多少钱？啊，所以那是很富有的人家，这才有几个工人呢，平常一般不可能的。啊，在外国住过的都知道。啊，所以外国住过之后，要读中国书，就会羡慕中国传统文化，啊，羡慕古人的生活。古人生活，虽然他没有这些科技东西，他们生活在诗情画意，真正有现在所谓生活的艺术，啊，他其如艺术的境界。那真正的享受啊，现在人家做梦都做不到，他哪里懂得？那么恶业做多了，死了以后，三途去了。我道是三途，我鬼出生地狱，故云。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这就是愚昧无知、不信正法。啊，他往后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世比一世苦。啊，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社会，跟经义没有两样啊。啊，我们中国，不要说多，最近的500年，啊，明末清初。从这里一直看下来，也是一世不如一世啊。满清入关，建立政权，盛世，康熙、雍正、乾隆，康熙60年，61年，雍正13年，乾隆60年。啊，乾隆的儿子家庭还不错。啊，将近150年，太平盛世，真正是国泰民安呐。啊，社会秩序都上轨道。啊，嘉庆以后，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啊，到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执政，社会就动乱了。啊，所以这一个世纪，这100年。中国社会是乱世啊！啊，在将来历史上，后世写历史的人，这个时代是乱世。啊，拨乱反正，能不能？难，还得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我们就能够恢复盛世了。啊，要肯定老祖宗东西好。你要没有信心，你要不明了，向稻盛和夫请教。
他会告诉你，他对于中国东西研究学习比我们透彻。啊，他做到了。啊，成绩做出来，大家都看到了，你不会怀疑。就精忠、机缘，如是六趣生死因果。六趣就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这生死因果，其理幽深啊，这个道理太深了，非九受五种外道之所能知。这是说印度，释迦牟尼佛在世啊，这是说印度一般的宗教啊，九十五种。印度当时是宗教之国啊，他们宗教也有相当深奥的道理啊，但是没有佛法讲得那么透彻，讲得那么清楚。啊，为什么称它是外道呢？外道不是轻视人，啊，外道是所谓心外求法，这叫外道。啊，佛教他的弟子，啊，教学生，完全从自信里面求。你看，明心见性啊，慧能是一个最好的代表啊。见性之后怎么样？见性之后发现了，自性里头啊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行，有圆满的技能，有圆满的福报。样样都不缺啊，所以佛法教人从自信当中求，不要向外啊，回归自信啊。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明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你相不相信？啊，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啊，释迦牟尼智慧、阿弥陀佛的智慧，我们通通都有啊。跟他相比，没有丝毫相差了，完全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这样子？我们把自信迷了，没有去用它。那他们不迷，所以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他全都用上了，就这么个道理 啊自性里面的能量比我们今天科学不知道超过多少倍呀、啊！你搞那个玩意干什么？啊，到远的地方不需要交通工具啊，这一念头想，那个人已经到了你了。你说多自在，何必要这些机器？啊，所以你说这个佛法要不要发展呢？不需要，回归自信，六种神通出现。今天科学技术都达不到啊，天眼无需要用机械，
啊，所有一些障碍是透明的，都能看见。啊，从我楼上往下看，楼下几层看得清清楚楚。啊，不需要任何机械。啊，天耳用不着手机啊。啊，在远方的朋友，你就可以直接通话，而且通话的时候，心相就相在面前，就如同对面。啊，也无需要机器。啊，还有他心，现在的机器做不到。啊，别人心里面想的，你都知道。啊，续命知道过去。生生世世啊，神足飞行变化啊，现在科学是用着很笨拙的机器啊来使用这些东西啊，这是我们本能，个个都有，一点都不稀奇啊。那个漏尽同时无比的快乐，为什么呢？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你所享受用的东西，随心所欲，它变现变化的啊！这就是科学家所梦想的能量变成物质啊！物质不要用了，又变回能量就没有了。你是这个多自在。啊，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兑现了，在经典上介绍，他要科学干什么？没用处啊，那是幼稚，幼稚园的东西。啊，佛给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你要相信，到极乐世界去，你不就全看到了？全明白了啊！所以这些理、这些事、这些现象啊，九十五种外道他们没法子知道。为什么？凡夫，他们没有明心见性啊！只要见性，就全知道。人人都能见性，见性不麻烦。我说了，只要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解决了。那要不要学习？不需要。慧能大师没学习过，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见性，他什么都知道。那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经，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这叫内学。啊，内学丢掉了，向外学习，这叫成外道。外道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祖师告诉我们。外道有门外外，有门内外。门内外是我们自己学佛的人，我们也心外求法。这外道啊，这门里头的外啊。啊，外面人不知道向自信求，那是情有可原的。学佛的佛门弟子也向外求，不知道向内求。这都变成门内外了。所以下面说，唯我世尊独知其源。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彻底见性了，见性不是见到一部分了，圆满的见到了。啊，这个要知道。圆教初住菩萨就见到了，真见到不是假见到，
但是见得不够深，不够透彻啊，所以慢慢还得要修啊，也就是还要放下啊。他起心动念分别之都放下了，那还放下什么？习气啊，习气可不好断了，无量劫养成的，不定什么时候冒出来啊。要把这些习气断干净就圆满了。释迦牟尼佛这习气统统断尽啊，在净土中习气断尽就回归于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啊，这个在佛法里叫圆满的佛果，究竟的佛果。要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圆满的自性，不是别的。学佛学什么，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否则的话，你就学错了，你就变成外道了。啊，佛法没别的，一切都归自性。啊，所以说佛独知。只有他知道，佛锤教化了，开心证实。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这就教化众生，教了49年，开明显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真实啊！啊，到底是个什么？只有他清楚，只有他明了。啊，49年讲经教学，无非是开显真实，就是事实真相。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常常看到。但众生愚痴。他不信，他不信啊，这就难教了。故云信心者少啊，信的人少，行的人更少啊。信而不行变成了知识，现在讲的佛学啊，佛学是信他，研究他，不做，不做就不肯回归自性，不肯放下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放不下，当然起心动念是更放不下啊。行就是放下啊！你知道不肯放下，你还是反复啊！你有佛教经典的知识，你没有佛的智慧。啊，智慧是智慧，要有行动才有智慧。啊，没有行动的话，没有智慧。啊，所以他还是搞六道轮回啊，还是得受苦受难的。啊，业因果报，他没办法逃掉。是故世间生死不休，卧道不绝。为什么六道不会消失？原因就在此地。那是世间人不信佛的教诲，啊，作恶不断呐，他天天在干。所以故有自然三途，痛不可言。
啊，自然三途人出生恶鬼地狱，是自然的感应，没有人在这里操作，没有人在这里管理，也没有人在这里设计，啊，全是什么业力变现出来的，你的善业变天堂，你的恶业变地狱。啊，三恶道，痛不可言了。这里太可怜了，太苦了。啊，用一个烧来比喻，啊，就好像一入猛火，你被烧死了。这是总结无恶。五种恶，五种因所感得的果报。下面幕后这一段是佛劝导我们要回头啊，要觉悟啊，要永远摆脱这些苦难。啊，我们依佛教诲，转无恶，变成了无善。啊，无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要是跟十善合起来讲呢，这最后一条，不贪，不嗔，不痴。那这就是大善了。我们看经文，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心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甚得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罹患之道，是为五大善也。啊，佛把我们在六道轮回受苦原因说出来，果报说出来，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后劝导我们：啊，你要把无转过来，就是无善。无善的果报不可思议 啊！这个地方的无善，我们就晓得，就是无界是善，这一平静，做事无误。第三十五品，就是讲的无界是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末，这是这一品经的最后一段，末后的劝翻转无二乘无善啊，一定要把我翻转过来，这变成无善了，这才是。经论里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无是业，
无善的业，你造作，无痛是花报，现世报，无烧是将来地狱果报。佛在这里用两句话形容它，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这个比喻是比喻无烧。先说果，然后再说因。说果什么？你会警觉到。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冷静地来观察，灾难频繁了。我这个地方有一份资料，是我们同学，你看，密密麻麻，这是什么？新闻标题，灾难的新闻标题。我不要看内容，我就看看那标题，是些什么灾难？这一个月有多少起？他们从三月份就给我这样的资料。今年三月有82起，四月有59起，五月有67起，六月有155起，七月有176起，现在是八月，我估计八月会超过200起，说明什么？这个灾难频率月月上升，而每一次灾难呢，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不是好现象啊，很可怕了。2012，古老的中美洲玛雅人的灾难预言，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公开提出了讨论，可不可能发生？我们看看现在这些征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有可能，也有一些人认为不可能。因为最近发现这些灾难都是过去没听说过的，历史上没这个记载。我们依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灾难不是自然的，佛法里面自然是最美好的。所以佛要求我们要随顺自然的规律，自然的法则。中国古人也讲求随顺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定随顺自然，不能改变自然。现在的科学是要改变自然，改变自然是破坏自然的规律，要随从它的意思来建造。那么我们看了大自然听不听这些人的话呢？自然爆发出这么多的灾难，
说明自然已经在反抗了，自然已经在报复你了。啊，那么就这几年看吧，到底是人能战胜自然，还是自然战胜科学？科学现在跟自然在对抗，看谁打赢。啊，这一仗我们可以能看得很清楚。这灾难从哪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所反映的大自然的报复。啊，没有这些科学技术，人想破坏自然，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啊，现在有这些科学技术，人确实可以破坏自然。啊，自然也不甘心情愿，他来反抗。那真的会吗？现在我们知道真的。为什么？整个宇宙万事万法全是有机体，也就是说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动物是活的，大家知道。植物是活的，也承认。啊，所以植物称之为生物。啊，矿物他不承认，认为矿物没有生命。啊，日本江本生博士做的水实验，水是矿物，他做了十几年，证明了，他还在联合国做过好几次的报告。啊，很多科学家到他那参观。证明它确实是符合科学的这些条件啊，它不是欺骗人。证明水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啊，十几年来啊，很有效果。啊，现在台湾有一部分同修啊，也在做这个实验。啊，也做得相当成功。他们用的这些仪器，比江本生的时候还要先进。啊，告诉我，看得更清楚。啊，水结成的绝活，这个雪花。啊，而且能够把握住，因为它变化太大，实在讲变化就是一两秒钟，你要抓住，抓不住，这个图案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摄影要快速摄影，啊，现在不但快速，可以连续摄，一次照好几张。啊，这是仪器比从前进步了。啊，水是矿物，会看会听会懂得人的意思，这就说明了佛在3000年前所说的所有物质现象是什么，从哪来的？从意念来的。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第一个现象业相，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啊，从业相一变就是转向啊，转向是什么呢？转向是意念啊，我们现在讲精神现象，
所以精神现象是早于物质，先有精神现象，能量变成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变成物质现象。啊，这个事情是被德国的科学家布朗克发现的。啊，布朗克他发表他的论文说，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是假的。啊，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啊，现在有一些人很重视念头的意念了，知道意念的能量太大了，啊，它能变现出物质。啊，物质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波动的现象。啊，这个波动频率非常之快。啊，佛经里头，弥勒菩萨说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我们现在的计算大概是一秒钟，啊，振动频率多少呢？16000兆次，单位是兆，16000兆次，这个频率。啊，快速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荧幕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它快速的移动，啊，我们旧式的电影，啊，我们用的这个电影的底片，啊，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这叫负频啊，正频啊，就是幻灯频啊，在放映机里面，1秒钟24张啊，所以一看是24个幻样的东西累积在那个地方，你眼睛来不及看，所以你以为是真的。那佛告诉我，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觉察到的这个现象里头，就是跟电影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幻灯片。啊，这个念头停留多久呢？啊，是1秒钟的1600兆分之1。啊，1秒钟里头是1600兆次。这个速度在滚动，你不知道是假的。啊，电影才1秒钟24次，我们就被他欺骗了，这眼睛被他欺骗了，以为是真的。所以，这个世界，《金刚经》上的比喻是比喻的非常好，非常精确，一点都不假，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是这样。如露亦如电的，应作如是观。啊，故佛菩萨的看法是这样。啊，它像闪电，它像露水，它不是真的。啊，存在的时间很短。啊，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不过几十年而已。啊，寿命长的70-80岁就算是寿命长的了。啊，40-50岁过世的很多。真的是如露亦如电啊，应作如是观。你这样看法就正确了。就对了。
所以事实真相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还会不会去造恶呢？不会了。真的叫心平气和。心平气和是学问，是功夫。一不了解事实真相，叫你放下，谁肯放下？谁愿意放下？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叫你放下，你自己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真的了解了，不可得，连这身体都不可得。何况身外之物呢？一切法不可得。真搞清楚，真搞明白，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称他做菩萨。佛是圆满的清楚明白了，菩萨是清楚明白没有达到圆满。但是这些人确确实实他们的心清净平等，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有真实智慧。智慧从哪里？智慧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这叫内学。不但智慧是本有的，德行是本有的。也就是说，像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在佛法里面我们讲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通通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的，不是哪个人故意想出这些东西来教人，不是的呀。你要通通搞清楚搞明白，原来佛没有一样东西叫人，全是你自己的。五戒是你的本性，十善是你的本性，三规觉真应是你的本性，佛没有一样东西叫人。所以孔子讲述而不足，心而好，这两句话千真万确的真话了，不是假话了，不是骗人的。佛没有东西叫人，你自己本性里面是圆满的，是究竟的，你顺着本性，你的享受就是佛菩萨的享受。你违逆本性，要想方法要改变自然的时候，那你的灾殃就来了，你的灾祸就来了。自信就是自然，自信里面智慧德能就是自然本有的法则。只要你随顺。所以贤首过思。贤首过思是明心见性的人，是大彻大悟的人。真正放下了。他们的境界跟六祖慧能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教给我们四种心得。这是学佛人必须遵守的。第一个是随缘妙用，你看随缘，随缘是什么？普贤菩萨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叫随缘。妙用是什么？妙用是不分别不执着，就妙用啊！不分别不执着，你大功无私。没有好恶，不是这个我喜欢你，那个我讨厌你，这不行啊，这就不妙了。
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染污，他没有高下，没有染污就是清净心，没有高下就是平等心。在随缘里面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叫妙用。啊，随缘里头我用什么？我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觉而不迷的心，这叫妙啊！啊，我要用自私自利的心，用贪婪的心，用嗔恚心，那错了，那不妙了。那你就造业了，你去制造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假的，不是真的，就是你的恶念、恶行变现出来，它是一场空。啊，所以佛在此地这个总结里头劝导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煞道淫妄酒是恶业，贪嗔痴慢疑是恶业，怨恨恼怒烦是缘业缘。这个业因缘混合起来，果报就现前了。啊，现在你的生活就是痛苦，你富有，富而不乐；你地位很高，贵而不乐。啊，你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你的前途是渺茫，你不知道生从哪里来，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莫苦。如果你觉悟了，生从哪里来清楚，死了到哪里去也清楚，真快乐啊！在这个世间，吃饱了，穿暖了，有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租了，不要了。这就对了。啊，这个灾难来了！啊，怎么个做法？念佛重要啊，学习《无量寿经》重要啊。所以我从去年我们这个清明开始，把《华严经》暂停，那讲《无量寿经》，为什么？就是救这个灾难。啊，现在我们把无量寿经每一天加到4小时，啊，我哪里都不去啊，希望把这部经赶快讲念完。啊，有不少同修在整理，啊，有出文字的讲义出来了，啊，那么再有光碟，帮助大家认识宇宙人生真相，认识六道轮回，认识十法界，认识西方净土，认识阿弥陀佛，我们自然就有选择了。啊，所以这部经重要，我估计大概10月可以讲念完。啊，后面剩下来不多了。要知道断我修善，啊，这个地方交给我们。
若人能于无痛无烧之中，专业其心，制止意业之三恶，端正身心。这是第一个。啊，教导我们。我们把无我翻过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头一个要把心端正过来。啊，你看，现在我们确实是处在无痛无烧之中。这就是真话。我们怎么办呢？专业起心，制止意业，业是念头。啊，念头里面呢，三恶就是贪嗔痴。啊，我们今天讲五恶，贪嗔痴加上慢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东西，我们要把它制止住，心身心就端正了。啊，这就是世尊在经教里常说的，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要化解灾难，这是主力。念头一端正，灾难就化解了。啊，现在外国人，美国的布莱登，我听说出了好几本书，我没看到。啊，我只看到一种。啊，听到他一次在悉尼做的报告。啊，教给我们应付啊这个灾难，他提了三句话。啊，教我们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一句就是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地球、社会都能恢复正常，而且将来的地球会变得更好。为什么？人心转过来了。啊，话说的没错，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现在问题就是人肯不肯回头，关键在这个地方。啊，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出来。我们相不相信他？肯不肯听他的话？能不能依教奉行？啊，如果我们不相信，不听他的，啊，不肯照做，那么换句话说，灾难就不能避免。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啊，第二呢，言行如一，诚实不欺，这第二个就是不妄语，口业改过来。啊，对人、对事、对物，要用真诚心的。啊，妄语成了一种习惯。前面我们读过，妄语里头包括两舌、挑拨是非。啊，绮语、花言巧语。啊，所以这些都要戒除。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言行如一，诚实不欺也。啊，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呀。啊，第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恶，我们就指本经里面所说的，
杀盗淫妄酒，我们决定不能做。翻过来就是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或是善的，啊，不染食，不恶口，不弃，不贪，不嗔，不痴，就是这种善奉行啊，我们一定把它做到啊。第四是则能得福。度脱生死，这个第四是现前的果报啊，你能得福报啊，世间人所追求的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佛都教给我们，能不能取得到？求得到，能。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是如理如法的求，没有带恶业在里头，真正福报啊！啊，我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那命不好啊！啊，命里面没有财富。命里头没有地位，这就是贫贱的啊！什么样的命？乞丐与教化之命啊！前世造的不善啊，那感到这个苦，这个罪报嘛啊！好在是，我26岁遇到佛法。遇到佛法，我相信，我能听得懂，我能理解，我依教奉行，你转过来了。张家大师告诉我，你这么一来，啊，怎么办？求财布施。我跟老师讲，我说我生活非常困难，我哪有钱去布施？老师告诉我，一毛钱也没有，一毛钱可以，啊，一块钱也勉强。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你要有布施的心啊，心不能断，遇到缘你就要去做，那我就从一毛一块老师教我的就布施了、可是布施没想到真的越施越多啊，以前布施我没有计算的，没不知道啊，那顺手就出去了，啊，知道布施的很多，啊，进来很多，出去就很多，啊，我没有拿去享受啊，生活还是很清苦，啊，99年，啊，那是大宗的布施，啊，我就注意到了。啊，从99年到现在，每年我布施出去的大概是美金1000万呢。这从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啊！那钱从哪来的？我不知道，设方供养的，设方供养，设方就去了。啊，所以真叫有求必应，想做什么事情，那就有很多人存钱来，用不完。啊，给他们做好事，现在不想做事，希望大家别给钱给我。啊，让我清净自在一点。啊，我有钱得想想做哪些好事，没有钱就不要想了。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最好啊。啊，这个道理呀，一定要懂。啊，别给自己添麻烦。发布施，确实我学印光大师啊，四种供养多半都用在发布施上啊，所以每一年印点经论善书，不计其数啊。啊，我在台北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专门干这个事情。啊，是全世界。啊，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平等看待。啊，他们有的经书送给我们帮他印。啊，钱不要他的，我们拿钱替他印。印好了之后送给他们。啊，所以我们也印了不少外国的宗教善书。啊，这是他们那个地方流通的。啊，我们帮助他。啊，在小部分是救灾。啊，要用一部分。啊，病苦、医疗。啊，再就是清寒学生的奖学金。啊，我们年年都送啊，就做这小事情。啊，所以财时得财富，法时得聪明智慧，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通通都得到了。啊，而且生活得非常快乐。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人家跟我讲灾难，我怕不怕灾难？我怕灾难。为什么？不想往生。啊，这个世间我住够了，我不想再住了。那佛菩萨不让往生，就没法子了。啊，我住在这个世间，一天不会空过，就是讲经，讲经教学是我的正业。那其他的活动，我这么大年岁，我统统谢绝了。啊，真有人找我，我或者在此地讲两个小时，录一个光碟送出送去。啊，或者我写一篇讲演稿，我派一个人到大会去宣读，代表我，让我无量寿经不要中断。啊，晚年活一天讲一天经。啊，没有这个讲经的设备地方，我绝对不会去。啊，日本全国讲经，它有这个设备。啊，有网络可以同时向全世界播出，啊，这个对我不造成伤害。我讲什么东西？讲无量寿经。啊，无论到哪个地方都讲这部经。这个方法好啊！啊，经典所在之处啊，这个地方就有福报。啊，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定要记住。啊，这两句话，儒释道都讲。啊，不但儒释道讲，每一个宗教都讲。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教训。啊，这能得福度脱生死。啊，我们想了生死。啊，我们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老师告诉我，心想事成。我们天天想，必定成功。那我们讲的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经。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啊，我们学习的是跟阿弥陀佛学习。身口意三业，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所以你看，照这个去做，你决定能度脱生死。会所语，寻因即行，一行见也。是名言行相符。符有住的意思，有称的意思。啊，言行是一致的。啊，循言起行，这就是遵守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训。啊，这个注解好啊！无量寿经传到中国以来，一直到今天，这个注解是第一注。中国古人注解就两种，日本的。日本大概有30多种，啊，但是这个注解是一切注解的集大成。啊，我们看念老这个经本后面列出他引用的书籍，啊，经论、古德著述总共193种，所以这个注是集注。是注解的集大成，啊，读这一本注释，古今中外，佛菩萨、祖师大的注解全在里面，全都看到了，啊，所以我称它是第一注，啊，因为这一步就够了，就不要再找麻烦了。这一本书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这一部经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你都拿到手上了，什么时候要去，什么时候就去成了，一点都不假。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白来啊，这一次来得太好了，太殊胜了。那到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最后一句，可得长寿离欢之道。哦，这一句可了不起了，这是成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长寿就是无量寿。啊，长生呢，真正的长寿，不生不灭。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证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要晓得，那是有量的无量。啊，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啊，那无量寿是多长呢？华严经上所说的三大阿僧祇劫。这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寿命啊，可是这样长的寿命是，你肯定证得妙觉果位，证到妙觉果位就真的无量寿命啊，那就真的无量了，不是三大僧祇劫啊，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啊，这进行了，何其自信，本不生，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真正的无量寿命。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先从有量的无量寿，然后就转变到真正的无量寿，这一点都不假。所以世间言有长生之事，这世间不可能的。秦始皇希望长生了，派徐福到海上去求神仙，带了500童男、500童女，这一去就没回来。我这一次在日本讲经，日本同学就问我这桩事情。他说，日本传说，日本天皇第一代的天皇就是徐福。他问我有没有这桩事情，我说有，中国历史上有记载。我们后面一般人判断呢，他也是去到日本去了。那如果是日本天皇是徐福的后裔，我说我苏家姓徐啊，那我们是同一个祖宗啊。日本跟中国是兄弟之国，应该要相亲相爱啊，不能有任何冲突啊！这是什么？是家道啊！兄弟睦，这是孝顺父母啊！兄弟不和，你说父母心里怎么样？所以中日是兄弟之国，应该要和睦相处，要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这是讲经听到这些事情，顺便劝导大家。为政无生，则不生不灭，故立世间生死。方是真长生也，这真正长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